我母亲在七八年前也曾经有过这种现象，那是她第一次发病。她突然陷入一种非常恐惧的状态，说了一些我们所不能够理解的话。你还记得她说了些什么吗？她重复地说着：“我可怜的女儿，妈妈害了你。”我不明白。 他怎么会有这样的感觉？我跟他请您吃过，他认为你和牛正硕的婚姻不幸福，他耿耿于怀。不，那个时候我还没答应嫁给牛正硕，是在我母亲发病不久。
他自杀，你还记得那件事吧？那一天是同学会，大伙在咖啡厅聊天，你突然接了一通电话，回来以后就失魂落魄的就这么说，陪我到医院去，我妈出事了。 我跟我妈妈一直很亲，我不敢想象有一天我会失去她。为了给她一个安全舒适的日子，我答应嫁给牛正树。我告诉我自己，我爸爸不能给她幸福，我就为他重建一个可以安居的地方。我早就知道你是为你母亲而活。 否则你不会容忍牛振硕对你所做的一切。我总以为嫁给一个爱我的人不会错的，谁知道牛振硕婚前所表现的不是爱，只是他的好奇跟野心。结婚之后，就把我搁在一边。他完全不想了解我。我看得出来，牛振硕他没有那种境界，他配不上你。 妈，你怎么了？妈，他有些精神恍惚。郑所以早赶到新加坡去了，他说他会尽早赶回来。妈，你醒了，我安爸都来看你。换我女儿，你换我女儿来，你是凶手，你是凶手，妈，凶手，凶手，妈，你不要激动，妈，我可怜的孩子，我可怜的孩子。 对不起你，妈，对不起你，我的孩子。爸，妈现在精神状况很不稳定，她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你不要生她的气啊。还能恢复正常吗？杰仁说可以啊，这种状况只是暂时的。爸，你要不要去看洛天？他能站起来了，我亲眼看见他站起来的。可是医生跟我说，他不可能再走路了。 我想是发生奇迹了，爸，去看看他，给他点鼓励。我也正想去看看他。我陪你去。 我原本叫你放我萧天全去，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觉得他们都欺负你，他们都对不起你。我希望你不要再管我的事情，你这样做会害死你自己。你要知道，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小王，你听着，我希望你退出整个事情。我李小翠的事情，你以后不要再管了。是不是有人要你这么说？
是不是黄洛天他知道什么？不是，你别怕，我小王就是命一条，我绝对不会连累你什么的。没有人怀疑我，黄洛天他也不会说什么的。原来你心疼黄洛天，到现在还忘不了他，他这样伤害你，女人真是犯贱！小翠，小翠，小翠，你们怎么样？你别碰我，你怎么狠心啊？别动，我是警察。 出卖我！小王，我，李小姐没事吧？没事，你怎么知道我在这边啊？我们早就跟着你们了。谁让你跟着我的？是穆丽江先生要我们保护你的。长城司令，爸爸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爸，你该不会要把黄大哥送回英国去吧？丁玄居虽然火灾，可是解说修修就可以复原的，对不对？子立，爸爸还没说什么事呢，让我们先听爸爸说了。爸爸不是要谈黄洛天的事情，爸爸呢是想把你们母亲接回家来团圆。爸，你真有意思，把妈接回来住。是啊。太好了，我就知道啊，爸还是爱着妈的。 我盼这天盼好久了，要不然啊，你早就把外面女人带回家来了。次立，别胡说。爸知道我一开心就口没遮拦的。爸，你到底什么时候要把妈接回来住嘛？当然越快越好了。哎，看到你们母亲在医院里那个样子，我心里很难过。以前呢，爸爸忙于事业，脾气又暴躁，没有好好的体贴你们母亲。想想啊。 这大半辈子都快过去了，才体会到有什么事情比一家和乐更好的呢。爸，您的生日不就是这个月中吗？这一回我们一家总可以好好的庆祝一下了。对啊，哎呀，还差一个元德，姐，你叫那个王立洲赶快加把劲，把元德保释出来嘛。我记得王律师上回跟我说啊，只要开过辩论庭以后，元德就可以被保释出来了。告诉他。 钱不成问题，爸爸都准备好了。小翠，你怎么全身都湿了？爸，麻烦你请外面的两位保姆不要再跟着我，好不好？我又不是婴儿。 好吧，我不行，我就是站不起来。你能的，你要有耐心。我亲眼看到你站起来过，那绝不会是假的。那是你的幻想，我两条腿根本一点力量都没有。不要急，千万不要急，相信我，也相信你自己，那绝不是幻觉。你要继续努力。 不要灰心，而且我已经为你找到了一个很适合你静养跟写作的地方。查子，我不想再拖累你了。你难道没有听陈警官说，我的处境非常危险？嗯，所以我把你藏到一个非常隐秘的地方，除了亲近你的人之外，不会有别人知道的。而且这个地方你一定会喜欢的。什么地方？一栋可以看得见海的地方。 海边的房子啊，特别容易受潮，只要一阵子没人住啊，就潮得厉害。所以我那个表哥啊，一直叫我来周末要来住一住，可是我哪有这些闲情逸致啊？杰渊，你看。
这里的海好美啊。你看，这里是不是一个写作的好地方啊？嗯。只可惜啊。可惜什么？可惜你和黄洛天不是来这里度蜜月的小夫妻，否则这里就是你们的世外桃源。你想的太多了。长子，我知道你有一颗高洁的心，但是这个社会上有很多的味道也是公事公事的，尤其刘建树他又是小有名气的企业家，我觉得你们该先离婚，你们没有小孩，而且我知道你又不贪求他的钱财。我何尝不想清清白白地走出牛家大门呢？但是人不能孤独地活在世界上，我还有父母，总是要做的不让大家太难看。也许我是个自由自在惯了的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以往我总觉得你背了太多的包袱，完全是为了别人而活。可是现在，我觉得你好像又找回了自己，我又看到了以前那个率性而有自信的牧场。别瞒着我，这是不是爱情的力量？我们是这么久的朋友了，我绝不会隐瞒你什么。洛天从英国回来之后，确实影响了我，也让我看清楚这么多年来我个性上的缺点。你问我跟他之间是不是爱情，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跟他之间有一种很深的感情，我们绝对不会在对方需要你的时候而离开对方，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我来照顾他。要是有一天他完全康复了，他要我走我就走，只要他活在这个世界上好好的，就算我永远看不到他，我也不会遗憾。我真的不知道你要的是什么，等我知道要什么的时候我会告诉你的。你姐的命令来保护你的，万一你有什么三长两短，我怎么办呢？真是的，走回去。那去哪儿啦？回家了啦。不要了，我们再玩一下嘛。哎，我们再抓一下鱼嘛，我唱歌给你听，抓鱼，快点，快点。这是夕阳金黄黄。将军，哎，糟了嘛，我现在是三面楚歌。我输定了吗？这下，陈上陈上，少来了，洛天，从英国输到台北，我哪一次不是你手下败将？好香啊！嗯，哲香跟常石不晓得在里面烧了什么好菜呢。哲香今天有备而来，一大早就到市场买了好多菜，在家里面又洗又切的，一袋袋装好拎过来的。哲香真是一个好女孩，读书又用功，又烧了一手好菜，真是难得。那也是环境造成的，在咱们家两个大男生就他一个女生，他不做谁做？有的时候我叫他不要太宠立山了，不然将来受害的是立山要讨的老婆。我也很喜欢立山这个小弟弟，不但读书读得活，而且学什么像什么，连赤力都对他很服帖呢。那你觉得哲香怎么样？我有的时候觉得他太文静了，我老是叫他跟社团多出去玩一玩，他一天到晚就抱着心理学啊哲学书不放，我真担心啊她将来嫁不出去呢。你放心，以哲香的灵性跟气质，所有好的男孩子都不会放过她的。就怕她眼光太高，没有像你跟我这种水准的男人啊，她根本看不上眼。像我们这种男人啊，打着灯笼都难找。你们在说什么？是谁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李周说啊，他要找个女朋友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啊。想要找女朋友还不简单啊，我们医院里可有陈打年轻漂亮的护士小姐，要不要我替你介绍啊？华大夫啊，
你可千万别听洛庭胡说八道。我这个人啊，最怕人家帮我介绍女朋友，该什么时候认识就什么时候认识，一切顺其自然，何必强求呢？对不对，哲学家？我没有意见啊。王大律师啊，你这番论调倒和我的人生观不谋而合。哦，我总算是找到我们相似之处了。那真是谢谢，是我的荣幸。什么荣幸啊？也许是你的不幸哦。我可是一个怪毛病很多的人哦。哎，我也是啊。王大律师，现在可不可以请你帮忙去摆碗筷？我要打个电话回医院哦。嗯，好吧，摆碗筷。芷香，芷芷，你刚才味道进行的怎么样？嗯。没想到你这么会做菜啊。我好紧张哦，因为不知道黄大哥的口味怎么样。这哥说啊，要做营养可口的食物必须不可以烹调过度，而且黄大哥的身体还在调养，所以啊，我特别到市场去买一只小土鸡，鱼还没抓活的呢。真是辛苦你了。这不算什么，辛苦的是孟姐姐，你对黄大哥的照顾那他是有目共睹的。哎呀，我很敬佩你的。哲香，我知道你一向很喜欢钻研哲学跟文学，下次有空常来，我跟洛天都会非常欢迎你的。哎，我想到是麻烦你去请他吃。嗯，辛苦你了。女人嘛，就像女人像什么？像花露水，容易蒸发。你为什么不说像酒精啊？专门消毒。哎，昨天那我可没说是他说的啊。好了，开饭了。哎，我来帮忙。嗯，好香啊。嗯，对啊，闻到这么香的菜味儿，不饿也难。哎，丽珊跟赤丽怎么还没回来啊？昨天。你放心啊，别的我不敢说啊，丽珊跟赤丽在一起一定是快快乐乐送丽珊回家。这个我相信。丽珊很乖啊，没想到芷香这么会炒菜，我在旁边只有做二手的份儿了。芷香做习惯了，不像你。不像我什么？怎么不说了？说了怕你生气啊，当我没说好了。我知道，你是说不比我是穆家大小姐、牛家的少奶奶是吗？哎呀，我这下可是有口难辩了。你这叫做言多必失。没关系，以前我确实是那样的身份，但是今后呢，我只是这间屋子的管家。随时听候洛天的差遣，只是我做的不好的地方，你要多包涵喽。我可以说是这世界上最幸运的人。以前我确实是那样的身份，但是今后呢，我只是这间屋子的管家，随时听候洛天的差遣，只是我做的不好的地方，你要多包涵咯。我可以说是这世界上最幸运的人了。王大哥，你看看，赤丽永远是人没有到，声音先到。王大哥，我跟你说，我今晚在二贵哦，你包了好多小鱼，还请了好多好看的小石头耶。赤丽做饭做个水族馆，好，不要再做水族馆了，赶快坐下来吃饭。啊、你们三兄妹真可爱，兄友弟恭的，传统的中国人就应该是这样的。杨子啊，谢谢你的夸奖，今天啊就请大家尝尝道地的王家小馆的手艺，请。
谢左相。不过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再把黄大哥当成病人，一切都让我自己来，好吗？对对对，我们啊快把他宠坏了。刚才你听见了吧？你得什么让他自己做，如果他不听话的话，一脚把从屋顶上踢下来，他就得乖乖的自己站起来了。好，我听你的。哎，立州，我什么时候得罪你了？你要让常石这样对我？你啊真太幸运了，幸运的叫人家羡慕眼红，知道？大嘴巴现实报吧，谁让你对我黄大哥这么凶？司令不可以乱说。李忠，你没事吧？没事没事，我啊不敢再大嘴巴了，再大嘴巴啊再就越问女婿会同情我了。来，我敬你们，一个是我最敬佩的女婿，一个是我最羡慕的男士。我心甘，你们随意。如果绿洲在法庭上喝醉了，接下来是怎么样？当然是从他的法院送到我的医院来喽。怎么样？血压一切正常。以前好多了，谢谢你啊。啊，你最喜欢吃的绿豆糕？几年前医生说我血糖过高以后，我就不再吃那么甜的了。没关系，那就留给护士小姐吃好了。常慈跟我说，你要接我回去。同意吗？我们是不可能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的。少年夫妻老来伴嘛。再说我们现在年纪都已经大了，我的火气啊也没有当年那么盛了。你是真的这么想，还是另有打算？另有打算？我还图谋你什么？你唯一的财产清泉区已经被烧掉一大半了，要想恢复旧观，我还得一段时日。你还有什么地方可去的呢？你是同情我，打算收容我？孩子们都长大了，我们不能再给孩子们坏榜样啊，家是孩子的根嘛。可是过去……好了好了，过去的事情不要再提了，我们一切从头开始。嗯，我不能，我没有办法重新再来。我只是要你的人回来，我不需要你的心回来。你有义务做孩子们的母亲，不要再给长子做坏榜样了。我明白，你是怕长子跟郑叔真的离婚，所以你要我回来。好，好了，好了，好了，随便你怎么想。反正你的房间我已经叫佣人给你打扫干净了，你可以很清静的住在里面，我绝不打扰你嘛。清静的住在那里，你想，你何尝给我一秒钟的清静？我宁愿让你折磨到死，但是请你放过长子。你是昏了头啊，才会眼看着长子这样作践自己。我不会眼看着我自己的女儿走上毁灭的路。你阻止不了他的，长子知道他自己做些什么，你阻止不了他。只要没有你在中间作梗，长子他会听我的。我要搬到楼下去啊！我妈要出院了，我的房间要让她住啊！好了好了，等我杯子擦好了嘛，你快点啦！好啦。小贝，我自由了，我自由了。元德，你今天出来的正好，今天也是爸爸的生日。元德，当你回到你家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母亲非常辛苦的你的父母。妈她搬回家里去住了，这倒是新鲜事啊。他们两个是谁吃了回头草？这本来就是个弱肉强食的社会，兼并几家小公司算个什么差人？我倒觉得我们在做善事，把一些本来要倒闭的公司，我们让它再活下去。王律师，你觉得呢？好几年
年都不过生日了。今年过这个生日呢，是因为有两件喜事。第一件呢，是正做荣膺基金会主席，谢谢，多指教。第二件喜事啊，是袁德跟小翠结婚。全被唬住了。你刚才也不是被吓一跳吗？就会放马后炮，真是太岂有此理了。我看家里面要多请几个警卫才行。哎，老爷，警察先生来了。顾先生，你们没事吧？呵，你们来的可真快。我们谁报警了？你啊。陈警官，我们非常感激你来的那么迅速，可是来得好不如来得巧。这歹徒在作案的时候，你们都在什么地方？万一我家里面要有人出事的话，我就冤枉透了。陈先生，这次我们不但来得快，而且来得巧。丢危险物品的歹徒已经在门口被我们当场抓到了。已经抓到了？怎么这么快啊？他是谁啊？为什么要到我们家来捣蛋？歹徒就是上次在海边要夹死你的那个人，到时候希望你出面揭发他。那就是绑架你的坏人啊。谢谢你，麻烦你是不好意思了。要不社会治安是我们的责任，没事的话，我想我先走了。谢谢啊，那我送你。小翠，妈，我扶你回房休息。王姐，对不起，我先回房去休息。没关系，你说，早点休息吧。放心啦，我会陪王大哥的。这么多好事，真是可惜，这么好一场宴会又被糟蹋。真是想不通，那个歹徒这么大胆，到底冲着谁来的？管他冲着谁啊，反正他都已经被抓了嘛。哎呀，王大哥，我来跳舞啊。这里啊，跳舞不行。简单，我教你嘛，你只要会动就可以了。王大哥天生不太会扭嘛。哎，真没意思，跟你老人家在一起一点趣都没有。你能把王立先带来吗？立先跟哲先在准备期中考，考完了以后我让他陪你跳舞。伯父，怎么样，姐姐呢？姐姐妈不休息了，妈好像不太舒服哎。坐，陪我去看看她。哦，坐。抽烟，谢谢，我不用。听说黄洛天现在住你那儿是吗？没有，他住在海边。住海边？没告诉你，他住在华杰的朋友那里。真浪漫啊，住在海边。挺会享受生活的。有人说，当一个女人变心的时候，九条牛都拉不回来。你曾经拥有过她，但是你可曾细心去培养你们的感情？可曾想过要了解她？听你的口气，好像你很了解长慈。怎么？难道你对她也有兴趣啊？啊？像长慈那么一个聪明、善良、美丽的女人，任何一个男人都会动心。但是我们不会越矩。哼，黄洛天都可以夺人所爱。你为什么不可以啊？
有些事情还要跟你说，改天再说吧。今天你累了，早点休息了。只怕改天没有机会说。怎么会呢？我会常常来看你的嘛。我不知道应不应该回到这儿来。你也该回来了，你看爸今天晚上多高兴啊！而且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洁身自爱，更能够证明没有其他人能够取代你在他心目中的地位。长慈，你父亲唯一真正爱的只有你，你是他所有的希望，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嗯，所以我一直希望你跟爸爸有复合的一天，而这一天终于让我等到了。今天对我们穆家每一个人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日子。妈，别让那天不愉快的恶意行为影响了你的心情。我不担心我自己，我担心的是你。你跟洛天太单纯太善良，不知道人心的险恶，我怕有人害你，你们并不知道。妈，不会的，你放心，我跟洛天什么都没有，他们为什么要害我们呢？不懂，你不懂。长子，要相信，一定要。好些了吧？警察已经都走了，今天晚上真是虚惊一场。我要妈早点休息，她今天晚上太累了。妈，今晚上我陪你睡好不好？你看了、啊。你的两个女儿对你多孝顺呢、啊，长子啊，今天晚上就住在这里吧。我不住这儿，我要回去。长子，这么晚了你一个人回去，我不放心呐、啊。爸，王立洲会送我的。这里不是你的家，这里才是你的家呀！你的父母、兄弟姐妹都在这里，你为什么非去不可呢？爸，现在不是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什么时候谈才是时候呢？我亲眼看到一个我所钟爱的女儿去做那么一件既愚蠢又伤害自己的事情，我会心疼的，你知不知道啊？我是成年人了，我知道我在做什么。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根本就是被你的同情心淹没了自己。黄国天不值得你这么做了。爸爸替他请看护，请两个，请三个。不，不一样，那完全不一样。爸，我希望你能够谅解我。长子，不要弄我了你！别打！小翠，小翠！放开我！小翠，小翠！小翠，你这是干什么？你是我老婆哎！我们分开那么久，难道你都不想我吗？啊？我在里面天天都在想你。我告诉我自己，只要老天爷让我这次过了关，我就洗心革面，重新开始。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啊！不值得，我不值得你这样对我。值得，当然值得的。为了你，我什么都能做。听清楚了，穆元德，我不爱你，我根本没有爱过你。你在骗我！你要不爱我，你怎么会嫁给我？又怎么会把你的第一次给我？第一次，那个时候我才几岁，我懂什么？我妈跟我说你是个大白痴，如果我怀了你的孩子，我就可以当穆家的少奶奶。我信以为真。后来我是真的怀了孩子，可是那个老魔头，你要我把孩子拿掉。那个时候你在哪里？我母女被赶出门的时候，你又在哪里？你根本不能保护我，凭什么说爱我？不是我不保护你们，而是他们把我关起来了，任凭我怎么喊怎么叫，他们就是不理我，不让我出来。小翠，他是个冷血动物，是个老魔头，我恨他，我恨他。小翠，现在情形已经不一样了，你是我老婆了，没有人敢把你怎么样。你要是喜欢小孩的话，我们就生他几个，反正老魔头有的是钱养。我要走了，我永远不会回到这里来。你在跟我开玩笑？我是跟你说真的，我不爱你，
我没有办法跟你睡在同一张床上，更没有办法跟你生孩子。少废！哎，放开我颜真，疯了你！爸，你不要送我，早点休息吧。啊。刚才长子啊，我不会介意的。我早就知道他不会跟我走的。我们之间有一条君子协定，我就大大方方给他一年自由，到时候他就没话说了。难为你了，你是知道的，他只是一时迷失了自己，他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多给他点时间，他慢慢会清醒过来的。爸，我之所以这么忍耐，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我一直把你当成我自己的父亲看。不，应该说，比我自己的父亲还亲。老爹。穆大老爷，你穆家这场大婚姻戏我是演不下去了。当初你答应伴我朋友一马，所以我才淌这趟浑水。没想到你却叫警察跟踪我，把我当成了鱼饵，还把我的朋友抓走，算我笨，相信你的鬼话。对，你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小夫妻吵架，在自己房间里，又跑到客厅来，有人泄眼的。走吧，小队。我现在把话跟你们说清楚，省得以后你们来烦我。小翠啊，你先不要冲动，大家都是一家人，有什么不好说的？该你什么事啊？要你多开口。是啊，小翠，你心里面有什么不痛快，你就直说好了。我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的，我这个老公不是白当的。哦，那你能让警察明天不来抓我吗？这就是你老爸的阴谋。他要走就让他走，我们穆家人不必受这个贱人的气。你听见了，他从来没有把我当作是你穆家的媳妇儿，我永远只是一个贱人。你把话说清楚，为什么明天警察会来抓你？我来替他说好了，因为他心虚，因为他知道自己犯了谋杀罪。谋杀罪？心虚，因为他知道自己犯了谋杀罪。谋杀罪？爸，这个话可不能随便乱说啊。今天晚上在门外被抓的那个歹徒，他们就是同伙人，他们共谋去杀黄若田。你怎么知道？从你跟他结婚以后，我就派着人盯着他了。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了你，因为我怕你受伤太深。她根本就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穆丽强，你终于说出你内心的真话，我感谢你，感谢你不必再装出一副伪善的慈父面孔来对我。我不明白，小翠，你为什么要杀你哥哥？黄洛天更不是我哥哥，这个哥哥是穆大老爷让来给我。你是为了这个原因要杀他？当然不是这么单纯了。我明白了，黄洛天假借你哥哥的身份接近你，然后占了你的便宜，是不是？是不是？不是，不是。他从来没有占过我便宜，他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占我便宜，他比你们任何一个人都要高尚。我这么一个贱人，不值得他对我这么好。这一切都是你误导我，你造的孽。你把她送到我面前，她像是我是她妹妹，让她对我好。没有想到，我爱上她，上帝不爱我，我就想得到东西，别人也休想得到，更不能让穆长子得到。所以我要杀她，你们听明白没有？听明白没有？大姐，我和老郑呢，好想你们呢。你们怎么搬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嘛？这里清静，空气又好，对少爷的身体会有帮助的。大姐，我跟我家里啊，实在是憋不住了，非要过来看看才放心呢、啊。
你们在天泉居住的还可以吗？火烧了那个地方以后，我都没有时间回去看看。我们住那间屋啊，没被烧到。我现在正在整理被烧的那些部分。附近呢，有个水泥匠啊，来常常来帮忙。是啊是啊，他和他们两个人足足整理了一个礼拜耶。到时候工钱多少，我再算给他。他们也说要工钱，但到时候啊，哎呀，我请他喝个酒也就行了。哎，大小姐，我给你带来了好多好吃的东西，看都在这个里面呢，有酱肘子、卤牛肉，还有红烧狮子头，都是好吃的呀。这妈，下次别那么辛苦，做那么多菜来。我每天都做很多菜，没有饿着少爷。啊，你自己做饭呢？哎呦，那怎么行呢？那怎么不行呢？我觉得很好啊。哎，不行不行不行，大小姐，你的那双手那么漂亮，怎么可以切菜做饭呢？现在啊，我什么都自己来自己做了。大小姐，我看就把我家里啊留到这儿来帮您的忙，我们真是不忍心看着您跟黄少爷吃这样的苦啊。这哪叫吃苦啊，少爷是知道你们来了一定很开心的。走，我们去看看他。